大家好，我叫何妹，Nobles 欢迎你。Nobles 是1866年建立的，他有6个年级，在初中有7年级和8年级，在高中有9年级、10年级、11年级和12年级。Nobles 一共有600多的学生，还有139个老师。从诺布斯建立到现在的156年里，诺布斯只有7位校长。现在我们的校长是郝博士，他是第一位女校长。在诺布斯，大多数学生是走读生，每天自己开车来上学，或者家长送到学校。要是你的家里，学校很远，你可以住在校内的宿舍。但是，如果你住在校内，你一个星期只能住5天。在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得回家。你好，我们会告诉你 Nobles 的课程。要是你要毕业，你得修完32个学分。8个英文科学分。6个是数科学分。虽然学校要求学完第3年语言课，可是大多学生学完第3年以后会继续学。我们学完中文3，现在我们在中文5。4个历史科学分。1个是这一学分。1个表演艺术学分。还有3个学分是个人成长。我们还有很多兴趣课程，有历史科学、数学、英文、选修课。9年级和10年级的学生常常上必修课。11年级和12年级的学生可以上选修课。学生忙的做很多运动，4年里的做10个季节的运动，可是大多学生做12个季节。另外，每个学生还得完成80种不同的社区服务。你好，我叫兰心。你从正门进去学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居楼 Shadik。相信挂着很多照片，每个月会更新照片。COVID 很危险，所以我们得戴口罩。这里是 Alcoves， 每个年级有自己的地方。这是9年级的 Alcoves。这是10年级的 alcoves。这是11年级的 alcoves。这是12年级的 alcoves。12年级可以坐在 loft。loft 是九楼的中心。你可以把你的书包、运动包放在 alcoves， 也可以在这儿跟朋友聊天。有时如果你累，你可以在这儿睡觉。你的中文课在哪儿？跟我来吧，我的中文课在 Shadik 楼上，这是我的班。现在我们去艺术中心吧。如果你有画画课，
演奏乐器，你在这儿上课，西班牙文课和法文课也在这儿。下面是我们的舞厅，我们的礼堂也在下里。最后就是 Lawrence Auditorium。你们好，欢迎来到 Lawrence。这是我们的礼堂。每天我们都住在一起，开晨会。有的时候有的人唱歌，有的时候有的人跳舞，有的时候有的人发表演奖。我很喜欢看戏剧表演，也很喜欢听非常好听的钢琴演奏。今年我已经表演了七次，弹钢琴和唱歌。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发现了这个礼堂，让它变得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再见。这是 Nobles 的图书馆。Nobles 的图书馆是新楼，它建于2019年。有很多的书、电影、漫画和教科书。我们有四位图书管理员，这是 Miss Sokol， 这是 Miss Trager， 这是 Miss Charles， 这是 Miss Stein。 我们的图书管理员帮学生教书、做研究，还记录 Nobles 的历史。这是安静的房间，很多人喜欢在这里做他们的功课，因为不会分心。 Nobles 的图书馆里约有很多教室，学生在这里上英文课、法文课和数学课。图书馆很好玩，但是记住你不能太吵。这是 Nobles 的 Baker 科学楼。Baker 科学楼非常新，很漂亮也很大。Baker 有化学课、生物课和物理课。Nobles 有很多的科学选修课。Baker 有机器人实验室、生化实验室，还有物理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很有意思，但是很难。生化实验室有一点有意思，也非常难。机器人实验室有很多工具。我们的中文课在 Baker 地区室，有的老师的办公室也在 Baker 科学楼。 Nobles 的科学的老师们都太好了，他们很有意思，非常聪明，可是他们的课非常难。如果你要老师帮你，你得去老师的办公室。Noble and Greenout 的学校有很多运动，在秋天吹上可以做足球、曲棍球、橄榄球、越野跑、排球。在冬天吹上可以做冰球、篮球、壁球、滑雪、摔跤。在春天吹上可以做 lacrosse、棒球、垒球、田径、划船、网球、飞碟。
在每个季节，学生都可以做健身，很多球队有校队和非校队。Nobles 常常跟别的学校比赛。在 Noble and Greeno， 我们有三个季节的课外活动。要是你是九年级或者十年级，你得做两个季节的运动。要是你是十一年级或者十二年级，你可以只做一个季节的运动，因为你能免去一个季节的运动。Noble and Greeno 有十一室外运动场，室内有力量体育馆、两个篮球场、冰球场和冰球场。我打曲棍球、冰球、lacrosse 球。Noble and Greeno 的运动都很好玩。除了运动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课外活动。我们还有社区服务的要求，你得做80个小时。这是 Henderson Art Center， 我们的艺术中心。我最喜欢这个建筑，因为它很漂亮，又舒适又安全。在这个建筑里有 Foster Gallery， 我们的画廊，还有 Yuan Shivinik Theater 剧场、舞厅和画室。NTC 是 Nobles Theater Collective， 这是课外活动。这是我们的画廊，每学期我们有新的画展。这是 Vinik 剧场。每年我们有两出戏和一出音乐剧。Nobles 的演员很快很漂亮，他们的演出非常棒。戏剧也算是运动，要是学生做戏剧，他们不用做其他运动。One more question. What would you say, if anything, makes theater at Nobles special or unique compared to other schools?If you feel that it is. Other schools, they are also engaging students' imaginations and building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self-confidence. Also just having fun. And I'm hopeful and pretty confident that lots of schools are doing that aside from us as well. All right, thanks so much. Yeah. 这是 Nobles 有名的城堡。我们的餐厅就在这个城堡里。Nobles 的菜很好吃，他们提供早饭、午饭和晚饭。每个星期我们都有很多的菜，美国菜、中国菜、意大利菜，还有韩国菜。我们最喜欢面条和 tacos。每天我们都有热菜、沙拉、三明治，还有汤。每个学生在城堡里吃午饭，但是有的学生住在学校宿舍，所以他们也在这儿吃早饭和晚饭。住在家里的学生可以在这儿吃早饭和晚饭，但是他们得付一点钱。早饭的时候，我们吃鸡蛋、煎饼、华夫饼、水果什么的什么的。这是城堡新的部分。新的部分很漂亮，也很现代，有一个很漂亮的阳台。在秋天和春天，很多人喜欢坐在阳台上吃饭。Nobles 的城堡有两个部分，旧的部分和新的部分。旧的部分有很多的 Nobles 的历史。很久以前，有一家人住在城堡里。Nobles 在1922年买了他们的城堡。那个时候 ，Nobles 的校园只有这座城堡。学生在城堡的图书馆学习，在城堡上课，在城堡吃饭，也住在城堡里。现在城堡里没有课，
但是有的时候学生在城堡跟老师见面。有的老师住在学生宿舍，有的老师住在这个城堡里。城堡里面有17家老师的宿舍，有的老师单身，有的老师跟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餐厅的师傅做的菜很好吃。你来的时候，我们希望你也喜欢我们的城堡。谢谢。